半夜林中，农村人一笑还台，何天为冰蛇突袭台湾，必须惊论一摇手，王孙万师弟，那若非是为杀皇天之来，我来撤修。为先前一切误会，向皇天赔罪。你是指从前为杀忌贪税之事？是，从前忌贪税斩杀城西归元之人，我方判定伊为恶徒，而在洪灾肆虐之时，出领众人击杀伊哩以引起地效。后来皇帝天佑元征，以引起地效，竟是当时人。世上之凶，才知原来一切皆是算计。你的阴气地少，便是显勇观精。是，欲知所以故地，回想这次，只有显勇观精，天官听出楚天行为首，让双方皆遭伤亡，才造成不可挽回之局面。城西归元众人，知悉此事后，亦心感不安。皇帝的请我作为代表，前来向一叶所致歉。当时我城西归元众人皆被欺瞒，如今既知真相，敖顺万原谅化干戈为玉帝，代表城西归元请梵天接下明主之位，前来领导众人。梵天立心昆都山，无意干涉他派之事。只要城西归元仍有有德之人带领宾客，不过伊也是对你这位人尚存忌惮。你本在梵天上本下，之后却行异逆信仰，助纣为虐，在他归正后，却又随因其地效反叛于他，之后又入显勇元征麾下，东逼因其地效。最后又夺此权位，其中部说不免令人疑心。归顺的信用是因我拜他，不得不行，并顺从他任务灭绝之理念，尊重因其地效，尽其背后势力，地名兄弟，我一时也不能不从。最近的行为确实是贪生怕死，但我放入江湖，实在无法如前辈另一般。有探人就事的准备。那段期间，我确实都有自杀，此罪我无可躲避，但我也一直盼望再归于正道，奉加入元征阵营，有得庇护，并抢夺阴虚地效。第阴虚地效便是元征之首，那时我当真不敌，我也已向玉主所解释过，并取得因的谅解，所以立即言论。只是令天魔众人，但事实如何，你自己要知晓。看来前辈仍是难以相信我。敖顺万，你上林少，便能在叶新勇、狄明等人之间求选求顺，并修得如此武功，你这两人可是不差。若真令帝国元改，再求相亲，必然能行正道助力。但如你执迷不悟，定论笑，该是梵天的亲手制裁你。前辈知教的事，晚辈谨记在心，言尽于此，你负责思量吧。乃变成惭愧。他自认为凶势难测，我以武定之法，欲观他气脉，却不得识破。难辨他凶势如何，无人当手，又无法一击强夺，岂非平白树立大敌？可惜如此，恐吓敌我随行之人，亦心勇敌兵，天勇万将，该以攻气，动物善离，无人可登临，击中我即可。所以可转移求出梵天的谅解，伊也是乃正道之辟，即便他心内不信我，也断未在无确切证据之下，便好失手。城府真深，
那你现在又要如何？先观其变，有事再叫上我吧，我有事事先去解决。好，此人